这是维语言写的一个什么并列程序，就维语言就是它不能运行的语言啊，那个 problem 等于，你看它都用等于号是吧，它你看不懂都用等于，后面什么意思是吧，然后是一个子程序执行感染，它是这里像话限定话就是告诉你我这个执行感染感染可以执行的，可执行的时候什么时候，我得告诉你我感染要执行了啊，这什么条件执行的啊，可执行的啊，很多条件就是说我要执行什么情况啊，感染的执行啊，然后这个循环，好，路谱里面这个循环，那这个显然这个 fail 就等于什么啊，因为等于是随机感染的随机执行的啊，好，这个里面的第一句话是 if first my of，就是第一行如果是一样还是主题把它比一下啊，这个标题，因为我念第一行是这个标题，它这么写的目的是什么呢，这个文件就是传递文件以后要看这个标志位是不是被感染啊，如果没有感染就要 pend 一下是吧，如果被感染我们又去感染其他人是吧，就是这样一个过程，这是一个循环无限循环的一个是吧，下面是一个开始做坏事了 do damage， 你看没有，这也是这前面是动作后面是干什么坏事是吧，这前面是感染传染是吧，这个是 do damage 了是吧，后面搞破坏，你如果这个标记那个你不会对你进行什么手术了是吧，好，你没这个标记，好，就开始对你进行这个破坏了，这个破坏就相当于做手术了是吧，就把你这个程序给破坏了，那你不用，好，怎么破坏呗，好，破坏就是说这里有一堆啊，破坏后面还有一个是程序啊，就是触发的时候啊，触发的时候，然后返回一个就是说是不是你这个需要这个条件啊，这就是感染是吧，程序感染如果被触发这个程序啊，这反馈就是真的话，就开始 do damage 是吧？这个就是说，如果这个满足这个 trig pull， 对吧？这个 trig pull 就是这个，如果它反馈真值，就是说我就开始做这个损坏、破坏啊。感染程序搜索到第一个收到那个可执行文件啊，这里还补充一下，它是收到一个可执行文件啊。随机搜索一个可执行文件，这检查文件的第一行是否标记了这个一还是五六七，如果是说明文件已经被感染过，该程序跳回 loop 啊，去搜索下一个可执行文件，如果不是说明该文件未被感染过，将病毒代码放入该文件上啊，病毒代码 append virus to file，就是你要是没有达到标记，好，这个病毒 append 我们说什么，所以病毒程序是什么，是附加的啊，是添加到你的程序，自己不运行的是吧，它自己要运行的话你把它杀掉的很容易是吧，哎，病毒它是什么，在你的文件里面你想象它，哎，扫掉是吧，你想从它清除掉，清不掉，它这个里面，是吧？它在里面呢，它还不出，因为它出来啊，它是吧？它不出来，啊，放到里面啊，放到里面的时候，我就触发，子程序检查预定触发条件是否满足，如果满足，返回真值，给主控程序啊，如果满足，返回真值，给返回真值，否则返回假值，它不是说随时触发的。有主动程序的返回值这样子啊，如果返回值为真值就可以启动破坏程序，否则控制到 X2 继续执行后续以数组程序啊，这就是一个维语言编的这个程序啊，那么主要这个有三个过程啊，一个是执行感染以后呢，就是把病毒放入这个文件中啊，第二个是执行触发程序，就是到了什么时候呢，可触发这个程序啊，有条件的是吧，第三个呢就是检查
跳进去保卫组，因为保卫争执的话呢，我们就开始，就开始先报进去，是吧？三个啊。好，寄生病毒的传播途径，寄生病毒传播途径，你看，这是总结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好啊，那个上网电脑，通过光盘软盘，这是外置媒介啊，借通过网络，还有通过 U 盘、硬盘，是吧？来传播。那网络呢，浏览器是吧？通过浏览器进行传播，还有什么下软件是吧？迅雷、快车、BT 下载电驴啊，这都是可以通过传病毒的啊。传病毒很厉害是吧？还可以寄通讯软件啊，就是那个 QQ 啊、MSN 啊、淘宝、旺旺啊、新浪云机啊，现在包括微信啊，还有其他网络电子邮件啊、网上银行、网络游戏、其他。啊，触发机制在。破坏前啊，需要某些特定的满足，只进行感染，否则不进行感染和破坏，对吧？病毒采用的方式有日期触发啊，到了日期以后，有时间触发，还有健康触发，还有感染触发，还有体征触发，还有访问磁盘次数和调用中断功能触发。这是 CPU 的情况，CPU 主打是吧？还可以打开预览预料附件触发，还可以随机触发。啊，这个主板的话呢，这个主板它有一个，其实我们这个中段的这个芯片啊，一旦主板被，一旦主板被啊，那么有一个中段叫做键盘中段，是由键盘触发的。键盘你按键的时候。会产生一个1321H 的一个主板，会产生这个主板会收到键盘的产生的一个信号，然后进行一个1321H 处理，所以这个时候，所以键盘触发就可以从触发显示，是吧？也可以使病毒进行触发。好，那么这个病毒攻击啊，一个是系统的数据区啊，攻击文件，还有攻击这个内存，是吧？干扰系统运行，扰乱设备啊，盗取隐私数据，干扰浏览器，还下载恶意软件，这是网络攻击和网络强盗。那么现在这个网络强盗的话呢，啊，现在这个俄罗斯，是吧？